八万。哦，七万。啊？六万。什么东西啊？放放我放，二饼。四饼。左边。三饼。哎呦。中。北风。怎么能摸到浩哥的西剑？这么万幸。对啊，哎，假偷，我干，哎，好险，好难打哦。下一手金牌要送了，再说。庄家，哎，操，对，我一个人干哦。不要不要，耶，我该有讯息。连续的干碰不到，猜对。庄家，我想说猜对，干干五品跟一品。这边有四张，再批，下到了，哦，嗯，怪力，嗯，这边，没错，七饼，七饼，操。五万呢？七万。九色啊，没事哦。这个花色就算有事也……又不是那种真沙豆。这个花色如果有事好像也还好。很大哎、欸。什么？你是丢？你是丢什么？你刚刚是丢万子还是饼子？我丢七万，我跟你丢。还好吧，那么大。不是啊，我说他的。另外一个才大吧。哎呦，八个叶，不要，对，加，这里，八万，哎，是万子啊，没错，哎，直播八台，通通给你两，这个六台，点，呀呀，一次左。说六点还是什么？六台。哦。嗯。八手。好听。没有啊，不要。电话浩哥。对。浩哥。不会啊，我会的。我期待。这首。要唱歌喽。青蛇，我靠！反丁，来，哎，那张，你要，不好说，二手，其实摸不出来出来什么，来不及，大喊破直接刚好收回来了，来不及说，浪费，哎，八饼，耶。中中之王，我点七饼，七台，七台，七台，看说好的月中之力呢？现在不在展现了吗？看输爆了，都是指点，七水，九水，不要啦，妈呀，好，不要啦，手还伸不出来，只有一只手，假的，那我跟他应该可以吧？真的假的？吓死了，真的假的？七饼，七饼，真的假的？唬你也不会怎么样啊，不就屁股？没错没错没错，嗯，道理。这开导的有效。交锁要被吃了。我没有，不是要五三吗？不是打的吗？哦，一万。啊，他刚还没过完呢，他刚。OK OK OK OK。刚还没过完。OK OK OK。可恶，为什么不让我过完？打吗？我得不太确定那一张是什么。通高破啊，来不及了，拍谁？好大！通风、三花、褪色。这么贵哦！彩盔。
九台，九台加我，你们九台，他加七，六台，干贵爆几千块了。白姐，同学一问说，我想问，我听说五万，这家杠五万，我没抢，上家打二万，我是不是不能胡？没错，你不能胡，因为他杠五万的时候你没有胡嘛，那等于是说你就已经进入了一个过水的状态。那等你打出一张五四二五万的牌，你才可以胡二五万。好，有任何问题的话，欢迎在下面留言给我，或者下次的疑难牌解告诉大家。喜欢我里面的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